在我们看到的是腕龙、雷龙的脚，有脚有多大只耶？有这么大，我的手只有这样啊！哦，很大很大耶！哦，你看，哇，这边还有暴龙，哇，还有一个角龙，哦，暴龙，哦。侏罗纪公园，哦，它的脚太大了吧？你看旁边的小朋友只有这么大，它的脚有这么大，哇，这里是金沙，Go Go Go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龙？嗯，下面有的是它呼吸的时候，是鱼龙哦。我的鼻子是不是在眼睛的下面这边？这边是鼻子，一所以你龙，看我在呼吸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在水下还是水上？你们看到水下面的状况吗？看不到吗？是啊，他还来的。好像是真活的。是啊，他在水里游泳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要看着上面，他没办法看到水面的状况。是海豚的话，他因为他本身就在活上，所以。哇，我在雷龙的肚子下面，哇，这是它的尾巴，哇，哇塞，嗯，这是它的脚，超大的脚，后面那个是它的两个屁股啊。非常的大只，哇，好大呀！啊，雷龙，